刘大锤的瓜来了，谷嘉诚、陈小云等人酒吧聚会结束后，谷嘉诚喝得烂醉，被张远扶出来。之后陈小云帮忙打车，带着喝醉的谷嘉诚来到酒店，付完账后陈小云扶起谷嘉诚，之后又换成谷嘉诚扶着他，两人一起进入酒店过夜，疑似恋情曝光。